今天咱们拿这个钱呢，去买点电器。我本来想把家里那个冰箱拿过来，但是用了六七年了，那是从广州拿到那边，坏了一次，现在已经不好用了。然后买一个冰箱，再买个热水器，啊，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要买的。好，小东们，我们刘姐过来，我们去买东西。刘姐说带我过去呢，她可以买的更便宜，嗯、可以谈价钱、嗯。好熟，我对比较熟。哎，行，那咱们现在不会开好高的价。好，走吧。来，刘姐，啊、你坐旁边。我坐旁边啊。啊，你开是吧？我开。哦，好的。好，走吧。哎，退车。到了是吧？啊，到了，就这个店，这个老板很好说话。什么都有卖的吗？啊，有啊，他什么都有。冰箱、热水器。有来啦！有来啦！咱这个冰箱呢，买中号的，买中号就可以了，太小的也不实用。啊，哇，这么贵吗？然后呢，咱们就买一个热水器拿回去，给师傅装上。可以，先装上。对，热水器它在哪边？在这里啊。这个百姐拿得上。刘姐在挺狠。这个说了。这个八百，刘姐说六百。对，六百是。网上卖八百是六百，太少了。咱们看一下，其实冰箱这个东西呢，太小呢，就不太实用。怕以后不够用。对，然后呢，你说这太贵呢，咱这个现在这个状况还是不行。它这个三门的呢，大概就是1700左右。然后呢，那个两面双开门呢，如果咱们能谈到2100，那就相差300-400，我感觉那个更实用。热水器加冰箱2780是吧？电器买了，那个我过几天就把我的洗衣机拿过来，那就不用买了。现在要买什么呢？水电师傅下午过来，咱买一些插座。610块钱，一个浴霸，这些乱七八糟电线什么都有啊。然后还有一个水泵，自动增压的。下午咱们水电师傅就过来装了。走了。少了什么？水龙头。哦，水龙头 是吧？水龙头少。还有少什么？你想想。一个洗衣机水龙头，三个小水龙头。啊，咱们把那个水电师傅约过来，装个水泵，以后咱用水就方便了。这个装到房间里边。这个热水器啊，咱们今天就给它装上了。本来呢是想装这里的。后来想了一下啊，这个位置没有抹水泥，然后它的拉力要小一点，咱们就给它装到里边，这直接打个洞就出来了。热水器啊，咱们就装到这个位置，打一个洞出去就可以了。冰箱呢是咱们上次买的，还没有通电呢。哇，够大了，经济实惠，卖这个价钱有这么大的空间，而且还是无霜的，非常 OK 了。这个水电呢搞了一整天，现在外边天已经黑了，看一下这墙还可以擦掉，那还行，我以为擦不掉了。师傅，那个是电线坏了还是插座坏了？是不是那个插座刚刚插冰箱的不亮，然后师傅现在给它换上，咱们把冰箱就开起来了。倒计时，马上回老家，回信丰的老家，把我家的鸡呀、鹅呀、狗这猫啊全拿过来，然后让它跟我们一起生活。哇，这样边冲边洗就快了。哇，但是这个水太大，哎呀，关掉了。
天真的黑了呀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水是怎么走的。这里有一个管子，直接通到井里边了，然后从这过来，过来之后里边就有个水泵，我们一开就有水了，看水还挺大的。这个水泵是自动的，你用水它就抽，不用水它就停，然后里边那个洗手间全部通水了，这里边全部通水了，现在这个电也通了，然后正在装一个浴霸。山里边冬天是比较冷的，如果洗澡没有浴霸呢，它容易感冒。这个浴霸低不低啊？位置有点偏低是吧？最高了，最高了啊！你刚才上面都已经顶到上面去了。哦，那只能就是我们站这个旁边，站这边一点。没事嘛，你站到这里去就可以嘛，你不会撞头就没事，不会撞头吧？哦、你还没撞头啊？啊，没有，没有撞头。师傅把这个位置插座搞好了。哎，有电了，看亮了。哎，哎呦啊，这个冰箱真的够大哦。可以哦，这咱里边以后吃不完的东西都可以放到里边，特别夏天了，就是很多东西是容易坏的。好，差不多搞定了。嗯，我们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。嗯，现在冰箱有了，热水器也有了，通水通电了。嗯，后面园子菜也种了一点，也长苗了。嗯，我们过几天就要回家，把一些洗衣机啊还有一些小动物拿过来，陆陆续续就可以进来住了。然后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还有我一个小围栏，到时候我们院子就那里还要种一些花。嗯，再种一些果树。嗯，我们那边种那个桃树特别好吃。嗯啊，然后咱今天视频到这了。嗯，好不好？拜拜，明天见。